最后一个问题来请教吼，吼、哦，因为拍拳也拍一段时间啊啦吼，啊有照这个体用哥咧讲的，这个讲妙在二气分阴阳嘛吼，我照这个二气分阴阳，阿你都拍拳吼，这个呼吸就是动作配合这个呼吸啦吼，啊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嘛是无得达成这个达到这个浩然气心不守啦。啊，这个原因唔知是安怎吼，请教老师啊。哎呦，这问了真好哦。这个咱拍拳就是头一个做步，就是要求浩然气能先好所，就是讲安尼练拳，安尼先爱有一个浩然气，有感觉你手骨内有浩然气起来，这个就是咱头一个目标。啊，这个。这种啊，就要配合呼吸，动作配合这个呼吸，哎，啊也是啊，有这个先天气跟后天气，先天气、后天气帮助先天气，主要是先天气上下，一上一下，哦，啊，这个从安尼说呢，外呼吸来帮助，改阴落阴起来，听讲太极拳人咧所讲的讲，本是色即充能。意思就是讲，先天气是爱靠外呼吸传落阴道的咧。是。啊，咱即话就知影，即外呼吸都爱配合迄个先天气，啊，你叫做两气混流庙。在即两气混流庙中间，啊，你有一段时间了后，那差不多经过一两年了，你啊都耗了气就会来。话真紧，话几个月就有啊，啊有诶就较慢安尼，话一两年安尼吼，因为即个呼吸都爱安尼有运化，安尼有顺序来，也才会出来。是。啊，搁一项就是化生千亿归报一，也就是讲你诶心，你都爱会晓抓。外呼吸帮助。较帮助先天气，啊先天气伊就一转，啊先天气一转，先天气爱靠心抓牢，你心若无甲抓牢吼，啊伊个气会跑跑走，所以爱心来抓牢，啊心就抓牢要安怎抓，啊抓牢，即抓吼，唔是安尼。就是讲，咱手咧比啊，你伫转，即个转，即个是有看的部分，迄无看的较要紧吼，无形的转较要紧。哦，比如讲我即摆做一个云锁啊，你看，哦，即个先天气为脚底起来，两脚，而且啊，即个放到高脚，我上脚起来，我放到高脚。我上脚起来，还放入高脚，哦，起来，落去，起来，落去，上升，下降，哦，安尼，这就是哦，爱知影迄个气的路线，啊，你意念就爱去注意，爱去注意迄个，要起来就爱随气。啊，即摆要降落去，就爱提醒神，我啊降落去，啊提醒神，啊降落去，起来，我再降落去，降落去是起来，哦，咱咧降落去是起来，我啊这就是要降落，即降落去是提醒神，哦啊提醒神了，咱就要困落去。还不讲，这就是爱在迄个，虽然手是一个安尼比，啊不是咧挂这个手，是咧气安尼，还抓位起来，位底拧不起来，哦，啊拧不起来，位大下落去，啊大下落去要提精神，哦，啊要起来就是，安尼困落去。随机，而且还在提醒。
先生，啊，骨碌去，李先生，骨碌去，起来，啊，骨碌是要起哦，啊，先起就是碌去哦，哦，起来，啊，你来知影讲这个气力安怎转，哦，安尼意念照我都会煞。那上班哦，会行的这个呼吸哦，也乱，哎，也乱了，哎，患有双重，真侪人拢是，所以王总啊，这个太极骨轮在讲啊，每见数年，伊讲拍骨啊呢，他无法度耗得起来，哦，伊就讲无法度运化对吧？无法度运化都不耗得起就不来，伊就想，什么原因呢？再接触尾连枝，迄就是哦，你呼吸不对，哦，就是哦，你迄个神经去哦，叫外呼吸给你抵制，无给你帮助，给你抵制安尼。啊，迄就患了双重，啊，但是患了双重，你家己唔知，啊，无我意思啊，爱家己唔知患了双重，我这个原因就是这样。啊，下面叫做双重，双重就是咱要起要起来，就爱吸吸甲帮助，哦，啊，咱要落去就啊呼呼个帮助，啊，你即马伊要起来是哪里无爱无吸，你只个点到呼，啊，用呼哦，哎，一气就气就拉掉去啊，啊，就气就吸袂起来。啊，就安尼落去也是啊，一种憋气，憋气就是讲禁气的，啊，禁气也是啊，啊，伊气夹袂落去，啊，夹袂落去，啊，你即下就接落去起来，啊，也袂落去，啊，你就甲硬起来，哦，啊，你就气断了。是，啊，而且我们俩就是，主要就是不能双重，啊，不能憋气。我落去给帮助呼，啊，啊，若要起来就是个吸，哎，就是说讲一句，就是讲静的是哪，唔能吸，唔能憋气，啊，啊，若动的是哪，就爱呼，唔能吸，唔能呼，能呼啊，得吸，爱用吸，要起来就是爱吸，啊，要落去就爱呼啊，这个。老师，所以讲吼。就是讲，咱也是要这个耗人气、修复手吼，就是爱做到两点就对啦吼。然后一个就是一定爱动作来配合咱的呼吸啦，哦，就是二气分阴阳嘛吼。啊，过来第二点，爱搁做就是这个意念嘛，化身千亿归包一，就是讲意念嘛吼。神气要合一就对啦吼，所以爱用心落去带。啊，老师拄仔有讲就是讲。你这抓是咧，唔是咧注意这个手的就对啦，是注意内底迄个内气，就先天气吼，伊走迄个路线，脚底啊脚脚偏吼，啊脚底安尼吼，安尼循环嘛吼，就是这两点也是做有够，啊一年这两年耗人气的我都是无所谓的啦，是不是安尼讲？哎，会使讲耗人气无来，原因就是这只，是，就是你。你意念无咧错，哦，啊，迄个外呼吸无咧帮助，是，但电脑个倒转安尼，啊，种耗气就袂来，就是爱做到这两点，吼，啊，正常来讲吼，啊是讲正常来讲是一定是有法度耗燃气是无错，啊是无有可能就是内底有啥物差错了对啦，可能就是双重嘛，该呼的你无呼，啊该吸的你无吸吼，哦，啊你就。你尊重你就无法度，好，安尼我知影，谢谢老师。感恩。老师请教一下，这个关于拄只老师吼，有用动作，我感觉讲这个真重要呢。一般就是拢咧讲，伊神拢藏伫个手下边那边。啊，拄只老师有在强调，
都是动作去配合迄个呼气，哦，而气分阴阳，都是动作去配合大气，哦，啊，这一点，啊，过来迄个神气的路线，连对气的路线，咱前辈原来有讲起，就是拢行迄个背部的迄个灵骨，哦，升降拢是行迄个脊椎骨。所以咱若咧行前的时阵，是毋好去注意我的手安怎比，哦，就是爱去神爱去收伫咧丹田，啊，就是行灵骨，啊，就是双脚、单脚、灵骨、双脚、灵骨、单脚，就是这个状态。就拄则这位同学伊说伊的这个心得吼，啊，我是感觉讲，哎，那对这个落去着手吼，应该有用一番的这个功夫落去，时间落去，应该着浩然气都会出现。啊，关键吼，这个浩然气要出现，我感觉讲吼，迄个呼吸和气的这个分阴阳吼，这个嘛真重要。哦，啊，想讲神的路线，咱一再即几日、即几厝拢有在强调，迄、那个神内练，啊，要困在倒位，哦，就是老师嘛一再强调，就是行灵骨，哦，唔好去困在有形的外口的动作，哦，啊，关于这个重点，就是讲动作爱去配合内气，哦，唔好讲内气要来配合动作，这是无可能的。哦，唔知安尼，唔知是对无？请老师指点。啊，对，对对。这就是讲，这两气吼，因为要配合，要安怎配合，就是爱动作，啊，再来配合这两气。啊，所以吼，迄动作，迄就爱无想慢，爱差不多一套拳108，一套拳拍起来安尼哦，爱差不多。18分至20分，从慢的才20分，啊，不然我来慢。你若上慢哦，伊呼吸可能无法度配，无法度配哦，啊，伊呼吸对袂着，啊，伊就会乱去。所以呼吸会变成乱去，啊，就会做歹安尼。啊，所以这个拳击啊，要拍做拳哦，啊，在20分以内，安尼哦。配合呼吸的较拄好，安尼才较有法度配。啊，你若是神，啊，你就爱了解到一个，咱去咧行路线，两脚是要起来，两脚也是，即两股前肩有力的是啦，迄个时阵起来会起来，啊，起来你就爱意念为脚底带起，啊，带起，吼，叫做即断啊手脚的断绝。啊，即款叫收敛入骨，啊，腹部啊，再落去，啊，伊就会腹内松紧，气顿安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即个动较少，就是咱的大部分的主要的，就是一个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，就是咧温化，啊，咧温化，我如何去帮助他心来抓牢？哦，这就是说。去个外国就去咧，是咧帮助的，是，哦，唔是主要，伊是咧帮助，啊，帮助是要用户甲吸，那要动要起来时啊，你就爱吸甲帮助，啊，那要落去，你就爱呼甲帮助，啊，能多稳，所以讲动能呼，那呼就是双重，啊，那安尼就是耗能气就袂来，所以啊。耗能气未来原因，就是迄个神啊，甲外呼吸来处理安尼。就是讲上脚的时阵，上脚的时阵不要呼，冷呼。啊，单脚，无论是右脚或者是左脚单脚的时候就要呼。啊，两脚的时候不要呼。啊，所以有人会感觉讲，无吸变嘛。啊，所以老师，我感觉讲老师的指导即个真重要。老师讲，两肩松开，啊，气往下沉，啊，随气，哦，啊，都两肩松开，啊，随气，啊，救生一线天气，
锐气都起来啊！我感觉老师教这招，确实真正确，真好。咱咧做，伊都外气都较坚定来。还要注意哦，那注意讲动较静，动静，动静。那普通讲安尼，哦，啊动动就是爱吸啊，我吸啊呼，拢是哦，吸呼吸呼，啊如呼吸呼吸安尼，还有一个深呼，还有吸。所以静动的对了，啊，不能吸呼啊，你，那要注意吸呼，啊，你，哦，吸，主要要呼啊，对吧？吸呼，哦，吸呼啊，你，这些对了，对了，也不对，哦，那不是吸呼，啊，呼吸，因为啊，呼了后哦，伊感觉伊自然就吸啊，还对讲。你若是呼哦，啊，你就准备赶紧来去，来动，两肩松开，是啊，要呼，我就去两肩松开，而且两肩松开，气往下沉，啊，你一路吸，一路吸，啊，那，你若吸呼，吸呼，啊呼都无去，啊无去爱吸啊，你唔知影，啊你啊个啊个，你动作不要袂吸袂吸。一个电视伫个大下个所在，所以老师家己死我唔知，啊，双卡迄阵啊，就变做负，所以《论语》双重唯物就是这个。所以老师咧讲的意思，我拄仔安尼听吼，诶，佮有另外的体悟，就是讲，咱一般拍拳拢有一个旋律嘛吼，拢有讲是动啊静，啊动啊静，啊说其实安尼是不对的。应该是爱静，哈，爱静，动，哎，不是呼噜是静啊，对吧？哈，所以应该是静，动，啊对，啊动会放个主人公嘛，哈，啊如果随机救生的话，哈，对吧？啊那个静，动，安尼是安尼，哦，所以讲这个旋律啊，安尼个就爱静动，安尼个是正确的，哇，原因就是咧片面。你单卡的时阵上久啦，老师都有甲咱指导过啊。因为你单卡呼吸吼，哎，伊就爱吸啊，动，啊，即摆双卡伊就变软啊。你叫唤啊，对，啊，变得上久啊。就是啊，啊，双卡变软啊。啊，你若是呼，啊，就是啊。对啊，那就是个。哇，感恩老师，还是。我今仔老师指导这招，哈哈哈。指导这招，这是重点哦。啊啊，搁我即摆嘛去。体会到老师嘛，定定咧讲，迄个神爱派工过去做，爱伊个路线，神老师嘛，比如讲，敢若导游咧，迄神啊，伊啊，咱太极拳讲，恁敢若导游，拢爱行头前，爱抓路，嘿，这嘛是真好，真正确。行咱这咧看路啊，是，伊个哎。起就是乌啦，哦，一下乌会是啊，你要看哦。木头。爱也是啊，你都爱夹头前，哦，夹头前爱回一点，爱一点，等下尾啊，你伊只下骨骨，伊继续夹，你知影？还有家己会晓安尼，迄落。啊，你若无就要看乌啊看哦，迄个看乌的都是神啦，啊神啦，抓乌啊，爱用看的，伊看。看看起来，伊知道咯啦，起来就也要会进去啊。啊，台湾一定爱抓。是。啊，佫知影迄个乐器、先天器的路线，咱的迄个神内练，都是咧注意为脊椎骨背部的脊椎骨的升降，拢是伫个脊椎骨，而不是在外面有形的，唔是伫咧外口动作。我这点也真重要。哇，感恩老师哦！今仔所讲几落点拢重点的，对，拢是重要的关键。安尼来浩然气，对生活所。还有去一道群，我超过二十分。是十八分至二十分左右。十八分啊，我超过二十分。谢谢老师，感恩老师，谢。金老师。
讲单脚的是爱敷，啊双脚唔好敷就对啦。啊，即卖就是爱去注意讲呼吸，呼吸就对啦吼。静动啊，原因老师就是要防止人双重，因为单脚你若是双脚哦，动静啊呼一步久啊，点啊单手咧比，你自然家己会变湿，唔知影。啊，等到双脚就变呼。我今仔日老师提一几点的重点哦，确实真受用，受用量多，真好。诶，感恩，谢谢，感恩老师。感恩老师。